啦咪得。我先做啦，呢个系你嘅问题。垃圾。好，我角色叫来叔，爸爸死咗之后，我想证明我比我爸爸更加厉害。我要嘅就系呢三只表。咁所以我就继续用爸爸呢个名字去黑帮入边虾爸爸。好 surprise， 导演会俾呢一个咁有分量嘅角色俾我，因为其实呢个角色都真系以前自己未尝试过，尤其是系做大佬呢啲角色，对比以往喺荧幕上嘅演出都有好大嘅唔同，咁所以都做咗好多 research， 研究咗好多黑社会大佬嘅特征系点样。我觉得我好喜欢自己这个角色，是因为这个角色对于我来说其实都是我以前最想尝试的一个类型，做一个大佬想起上来都是一个很酷的一件事。每一场枪战我都很喜欢，是很过瘾，因为我觉得男仔对于枪都有一种热爱在这里，由细到大都未摸过真枪，而为了这一部戏去尝试了去练习真枪射击的感觉。